中国我属柴渠方。无题，每天凌晨3-10点钟，我会偷懒醒来，20年了，光阴如刀，虚风如影，无边的空洞混穿过我的身体床沿，最恐怖的钟安置在内心深处，时光之针行若刀剑，滴答滴答，无声的跳动，沉寂如雷，又有一抹白发落到地面，没刻在月夜强国庄稼，一茬茬迎面倒下，乌鹰的笛声越来越淡，越过远村荒野。